小王爷，您跟世子都上马了。小王爷，不用，我们回家。 三年了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游山玩水的不辛苦。哎呀！ 好好好
还睡着？先前没醒，小王爷在里边陪着。哎，你看我穿戴是否还算周正啊？哦，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什么话？不仔细看，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啊？最爱挑剔。 快快快，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！来来来来，是。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，是，把咱们的家规再给他们宣读一下。好，你们都听好了，王爷见世子，你们都机灵点儿。王爷就是被打死。 你睡醒了啊？舒服了吗？啊？三年了啊！你知不知道那三年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？是是是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让你赶我去营地，差一点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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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闹了！ 哎，你别叫那，你穿上鞋，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哎呀，主母，别着急，别跪着了。那我这要给您赔罪啊！哎呦，别跪，哎呀，不赔罪，不赔罪。哎呀，别叫爹，还是叫您好，显得咱这么亲点啊。就您话，行了，儿子，外面天凉，你光着脚，一感风寒。 行，哎，完了，三所宅子，关上门啊，关上门，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。
哎，诸位，哎呀，没完了，这这这这怎么闹啊？我今天真饶了你。哦哦哦，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！啊，你等着，爹等着，爹等着。<笑>累了，累了，累了，累。哎。 来来来来来，坐。爹，给你穿上鞋啊！哈哈，爹给儿子穿鞋，别人看见了成何体统啊！你瞧，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，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！嘿嘿嘿哥，我给你穿，哎，我自己穿。嗯，嗯。 哥，你消气了？消气了。三年好长啊。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。哥，不走，明天看鱼。去吧。等等，打招呼。爹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嗯，去吧。 怎么样，歇够了吗？还是累，还累。那再睡会儿。不睡了，有件事情想不通。什么呀？我要见那个被抓的楚国老兵。现在？就现在。行，我带你去。你在外边等我。我换个衣服。哦，对对对对啊！ 都下去吧，别守着了。下去吧，是，快点上去吧，下去吧，啊！哎，前面带路。哎，躲在床底下的是江妮这丫头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，你别插手。 别忘了，街上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，江妮这丫头的身份她是避不开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？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她是你的人，爹就不插手了啊。<笑>嗯。
徐修，徐修，战场上的无数亡魂都在看着你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别光看着，让他们来。聊你的，徐修，你儿子逃过一次，逃不过第二次，很快就会有人让你亲自为他送终。好，你怕死吗？灵州城外杀我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应该不怕死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城外杏花酒摊儿，你为什么把刀放了？糟了，北凉铁骑。死都不怕，为何要降？我给你个台阶儿，你就顺着下。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！徐骁，嗯，你还记得西楚大起事吗？当然记得。灭楚大战，西楚大起事，没有一个投降，全都战死。对呀、啊。那按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死战才对啊。为什么放下刀呢？不说是吧？没事，我自己猜。你是觉得杀我的局还没结束？就算我在灵州城外躲过一劫，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，结局已定。你才会考虑保存性命，又或者，你是想亲眼看到我死之后徐骁的悲痛之情？也许是我贪生怕死了，这就开始自贬了。看来是不想让我往下猜呀。这儿是灵州。北凉中心，怎么杀我？北凉军是吧？你们只是开场，大戏内鬼来唱。你不是纨绔子弟。我怎么不是纨绔了？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吗？人所皆知啊。徐凤年，你藏得好深呢、啊、那看来我是猜对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，北凉军中谁想杀我呀？有刑吧？大可不必，我等他来找我。我聊完了。嗯，完了。嗯，好好好，咱爷俩聊聊去。徐骁、徐凤年，你们必死无疑，你们必死无疑。我生的晚，未曾亲眼领略大起事的风采。你请我吃过肉，喝过酒，我还你这面军旗。
花巷的事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过了今天，我就是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知道的纨绔，我不需要交代。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吧？所谓高粱纨绔最擅长就是花天酒地，谈何委屈啊？我知道，你这一切呢，都是为了藏拙。你已经演得很好了，但是别人啊，未必就信你。谁不信？ 你还记得三年前为什么让你出去游历吗？躲避皇室赐婚。没错，随诸公主备受宠爱。如果皇室那边真的相信你是个纨绔子弟、声名狼藉之人，他们还会让你去京城跟他去完婚？凤年，你是世子之身，是我们北凉铁骑的传承，就你这身份，刀枪剑影。 你是避不开的。谁说我要接受北凉了？你打算还继续躲下去啊？啊？那我这位置传给谁呀？我不传给你，我传给谁呀？我饿了，不想跟你争。好，那咱们先去吃饭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让后厨啊给你炖了鹿筋啊，还有新鲜的海鲜刚取的这个凤凰蛋。 还有新蒸的这个水晶，玉露团，哎，我让他们全都运到你屋里去啊！哎呀，想吃地瓜，黄，又吃独食。哎呀，去拿两碗去。 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啊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喝一口酒，人要你命似的。 你慢点倒，别洒了，浪费。行行行，快吃快吃。老黄这家伙动手快，一会儿一片都吃不到。好，徐翔，这三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习武。你的意思吧？ 哎，我们这三年遇上不少麻烦，有多少是你安排的？大部分全都是你自己惹的祸啊！什么意思啊？磨练我，行万里路，胜过读万卷书，啊！老黄从白虎脸身边逃走。 也是想让我一个人面对刺杀，这也是你安排的吧？少爷什么都知道。闭嘴！你瞧，你是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有心计，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，啊！别说那没意思了，吃肉，啊！别光吃肉啊，咱们一块儿喝个酒吧。哎，来。 酒足饭饱啊，今天就睡这儿吧。啊，你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呢？
啊？明天我做回纨绔，今天晚上就当我还在游历。哎，我说儿子，要不你也跟我游历游历？那你好好游吧。啊，累了，行走江湖身子累，回了王府心累。少爷前面有件事搞错了。什么事儿？劝少爷习武不是王爷的意思，是我想着吧，日后少爷要是遇到什么难处能护着自己。算了吧，不说这些，明天钓鱼啊，老王你过来。钓鱼？北凉军中有人想害我，我得把他揪出来。你睡觉流口水啊？徐凤年，别起来，没穿衣服。我，还给我。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刺杀我可以，刺杀失败就得赔钱。昨天晚上失败了吧？那我收账了。行了，你拿多少啊？好好攒钱。走啊，陪我钓鱼去。不去。出钱雇你，哼！你不要我收回来了。到了湖边再。
多谢你救了世子，我们做奴婢的也没什么报答的。嗯，新开的瓜甜得很。不必了。你不爱讲话呀？这性子倒是和青鸟有些像，就是那个。这么美。等久了吧，哥。嗯，咱们钓鱼。吧，我弟弟徐忠相见过了。天生神力。这是青鸟，这是红薯，都是我院里的。这个姜泥。钱。三个丫鬟。世子的梧桐院内丫鬟婢女20余人，钓个鱼倒也用不到那么多人。都是伺候你的。命好啊。羡慕。你答应过我让我进听朝廷。听朝廷就在那后边，想去随时可以去，只能待一个时辰。我说了让你进去，我没说让你常住啊。开个条件。嗯，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。南宫仆夜。北莽南宫世家，这就怪了。北莽世家跑到黎阳朝来学武，我家铁骑可是你家皇帝的眼中钉啊。你想毁约？那拧事儿呗。讲。你觉得北凉军中谁想杀我？世子死了，除了小王爷外谁掌兵权？我爹有6个义子，都在军中被委以重任。要杀你的恐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现在有点危险。与我无关。商量个事儿，做我2天护卫呗。北凉王府高手如云。Thank you.
答应我这件事儿，以后听朝廷里边，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成交。晚上烤着吃。这回加盐，加盐好吃。早就备好了，一撮盐香气四溢，掌力气。秋炉您都懒得动筷，这种鲤鱼平时您可是动也不动的。你没尝过老黄烤的鱼香。这三年您都吃了什么苦啊？哼，活该。九滩那只锦州青白鸾，识货，从小养的。这可是千金难求啊。这是最上等的六年凤，万金都不换。楚禄山求见，他正是六名义子之一。接着钓。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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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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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世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的世子啊！世子，这三年我是日思夜想，世子啥不思饭不想啊。哈布斯范不强啊，那我怎么觉着你还胖了几十斤呢？绝对是瘦了，瘦了整整一圈啊。世子若是不信，我立马上城，重一斤切一斤肉，重十斤切十斤肉。要你的肉干什么呀？那是喂狗也好啊。楚将军真是好兄弟。哎，叫我陆谦坐下。那怎么合适呢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反正我长得就像个球啊。世子，世子这三年想必青楼也去的少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紫金楼新来了一个花魁，才貌双绝，尤善剑舞，那疯子那长相算是冠绝灵州了。人刚到，就等着世子你回来了。还会使剑舞呢？啊，那又那徒弟，世子不知你现在可空闲啊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怎么了？本来是来钓鱼的，钓着钓着你就来了。那要不我们钓完鱼再去？不用，钓到了。那种地方你就别去了。晚上回来？肯定回来，晚上让老黄做烤鱼吃。多加几条。青楼能去吗？无所谓。老黄，你都这岁数，你就算了。这位是新护卫。这样貌新护卫，还是世子你会玩？你别乱说话啊！一会儿人家砍你，我可拦不住。走。我上回去，记着紫金楼的水果不新鲜啊。那就不吃水果，我带上。你可是从三品。世子面前我什么都不是。别了，不让你拿，咱们再找个人陪着。
剧情了。伤痛的花淹没灿烂的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定格成画，当岁月过尽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，至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只为看透，我会在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，至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，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